肯定是更好的，不过现在对于 Taken 的情况有点，他近铁是只有一个人啊，直接被秒了，刚说完直接爆头润。这面三打，而且过点的时候 Husky 一直位置是不太好支援啊，没错，686是打掉了润，有点来不及吧，这个686，你看他腹腔还是 VSS 啊。嗯， Scorefield 这边拉上来 SLK 补了之后把人还能救一手，高点远点的话对手还有人的，是的，你要尽可能从左边先下到防区，但中间啊还是有一段的这个过点的。CS 是比较好战，我们都知道越南王这个过点被看到了呀。是的 ，TMS 面对机秒的 AK 还是没能顶住，他主要是不知道这名选手的一个跑位信息。现在在第一轮的对抗当中的话，好完胜。嗯，所以说赛区第一并不是浪得虚名。零换四这样的话，那一血了，被神拉出来，金宝没有给对方任何机会，侧翼 example 一对一对位是打赢了。Example 还能不能再打？因为他近点的威胁已经解决了，不过对方两个人准备压这个马路。乌巴开始不断用枪械驱赶，但是乌巴这个高点的话架不住古斯塔夫啊。这个掩体啊，让古斯塔夫其实有点难找。现在 James 其实不敢第一时间过来，但这个手雷过来的话要了 Example 老命啊。是的，乌巴在顶上这一波，其实枪械压力给的其实不是特别的足啊，双方都有反坡。三打一很难了啊，乌巴。是的。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，他高点其实并没有给他的视野里面，就是我打一个算一个啊，能换一分是一分啊，打掉一个古斯塔夫，这边打赢，不过位置已经确定啊 ，Kraxy 过来想去扔雷，古斯塔夫一刀还是能救，这边再过来其实可以去加个过点啊，问题不大，拿下四分，这样的话 ，Faze 的分数已经是反超了 Navi。在先倒人的情况下，哦不对，应该是大家都同时倒地嘛，差不多。哎，二圈的时候和十七啊有过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互相成为邻居，那十七看到你这边动车了，对吧？你合了，那我就可以拿你的那个红砖房，对，控城头了，哎，控城头。说像东部队伍不进城去找像 DAY 和 LG 这样打的话，反而是件好事，对吧？哦，这边有遭遇 ，Daytrade 跟 LG。想过来补人，没想到 Kickstar 就在自己的脸上，这样的话人没补掉反而自己搭进去了。是的，其实还挺悬的，你看 Kickstar 他的这个位置是先埋了一手，然后自己被打得很稳，不想去做第一个主动方，主要是经济刚刚也是利用载具啊，他往蓝边的这个方向啊去走了一下，那这个声音呢也是被 GX 给洞察到了，所以不敢贸然再往圈边的方向去动手。哦，开车走，因为他们真大呀，朴老师。哎，但是后点 Face 从蓝圈外面是将 Savior 给打下来了 ，GX 的出枪，这样的话 GX 没有办法去主动去正面接团了，赶紧撤。先进圈再说啊。会不会给天霸正面减一点压力呢？对吧？因为他现在天霸的一个站位的话，反而是反特别的难打。是的。要换分。太挤了。好，Leo这边是放到了零数。对，连打带补了。好，这一边这一把的输出是顶满，是的，龙死哥那边的话呢，也是将正南给补掉了。Leo 是真的很顶，你看又是 Leo， 他把龙死哥也放倒了。是的，然后近点的话，头顶上的号，他头顶上 LG 倒两个，但是 DAY 这个时候过来的话，就有点让号很难受了。两人的一个协同配合，是将号后点的位是直接拔掉了。一个三方的混战。看最终结果会如何吧。因为现在号毕竟还有两个有生力量啊。是的。三个队伍的话依旧会纠缠。不过 LG 他提前走了。他看到这个信息出来以后就不跟你打了。哦，的确的，这三个人的战力啊，枪线是直接一字拉开。还想往里进。凶哦。哇，天眼也没了。是的，这波还要想盲扎，估计应该找厕所了。但车的轮胎好像出事了吧？来到 LG 的脸上吗？去的，我觉得差一点还撞飞一个。这算是一个盲扎点，是的，这里就只能忍着。他没有想到 LG 已经是提前过来了。是的。哎呦，十七那里小鬼他被北边的 GBL 给放倒了，这个位置有点远，队友能不能帮忙去救一手？而且要快去，因为旁边还有个达纳吧。对，达纳。Daytrade 现在就是在边缘一步一步的去打，他就是站一个边。
Face 这把淘汰水准拿得很高啊，七个淘汰。嗯。顾对方脸上，然后贴近点要跟你打了 XO， 另外两个人其实距离有点远的。看这个提升，但是提升九，提升一个预判雷，一雷双响。只剩 Fox 一个人，年轻想拉过来想主动顶，但是被蓝这个燃烧瓶烧倒了，这个没办法。头都痛了，被 XO 给制裁掉了。这仅仅。终于是想清楚了的 LG 的那个坑啊，因为 LG 是进来，对，他去的厕所了，是的，去的 LG 之前的坑 ，LG 是返回到了厕所当中，没错。而另一边达纳瓦直接下坑要去撞击的 Async， 我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，达纳瓦可能不一定会直接去打十七，然后他选择去打 Async 的话，其实十七头顶上就已经有输出了，因为十七的位站位是限制达纳瓦的，没错。现在高点其实十七还可以继续输出啊。现在是达纳瓦底坡没打成功啊，高点又掉了一个啊，只剩下一个人了。关键是 Chris 在原点还在蓝圈当中，这个五圈扛不住的吧？瞬间达纳瓦只剩一个人了，有点顶不住，血量很残，在烟里混，看看这个火能不能烧一个出来，烤一下可以，没问题。合力啊，这边是十七和 Ace 的合力是把达纳瓦给淘汰掉。这个位置的话 ，Rain 好像是已经过去了，他往圈中心走了，放了两兄弟在近点坑里面，你们俩去扛。十七这边的话呢，也是直接将这个 Belmos 给连打带补啊，这也是为了之后下山有一个比较好的准备。是开始控兵了。另一侧 GBL 踩到山头，从防区出来，其实也是给了 Pyro 些压力 ，Pyro 进攻可能有些受阻。全是侧身，这个时候 Pyro 有点危险，侧身烟封的怎么样？有掩体，不着急，先对对枪。哎呦，这个头有点痛的啊！中了一枪头，小心一点点，原点要防住了。现在其实第一时间要去看一下 GBL，GBL 的这个控制欲望很强啊。是的 ，AZ 已经倒地了。十七现在找机会，先进圈进行反卡，但是速九在圈蓝圈边缘被 Flash 给打掉。这的话，十七正面只是三个人，但是小五也出事了，被 Relo 给放倒。哇，这一波没有把 DIY 给解决，反而是给留下给自己留下了一个隐患，主要是这个斜坡太长了。是的，他不好第一时间去清。啊这样逼的 DAY 的话呢，只能往十七的左边去跑，有一个过点，能不能抽下来？又是 Relo 从厕所当中肆无忌惮的输出，通过 DAY 远点的吸引，这样的话将十七给夹住，还剩小鬼，因为他头顶没人了呀。要是只要头顶没人打他，他就敢出来，他听到你开车过来的声音了。哇 ，It's Chris 竟然活着出来了！是的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小左一颗雷炸到了 MT， 应该是救不了的。现在 XO 只剩 Rain 一个人 ，Ace 的下山其实受到原点枪线不断的影响，要去进攻 Relo 这个厕所。快去，快去！哎呀，这个没办法了。这直接正面看了一个人跳起来了啊，直接把他按倒在地。虽然拍手前面有过被击倒啊，但是有掩体都可以扶得起来。是的。现在看小鬼了。看小鬼个人的发挥。他打了一个 Flash， 最后都是独狼，一打一。上线了，最强，看得到吗？水龙头打了一个，这把将孤敏逼到了防区当中，可以直接趁势追击 AJ， 能打你妈没打过，兄弟补一下枪，但是与此同时小左也倒了，是的，去操作了，来个兄弟扶一手，先不要着急，对吧？对，已知防区是有一个的 ，AJ 那个点肯定是会被补。随即也是提前往山上去走，那这样的话有效的可以去防止一手 GBL 吗？哇，这个手雷对方是知道你的位置的，精准三分球，高打低啊。这样的话 ，Pyro 其实我感觉行动上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啊。顶不打得很稳健，三七先补分，这样的话小左已经是退居到了圈边蓝圈边缘。对。场上三个独狼 ，GBL 恐成最大赢家。嗯。再等一个圈八，哎，小左打掉一个 Rain， 是的，这样的话等于顺势拿下两分啊。是的，排名分加上一分的淘汰分嘛。现在看能不能抓到这个 Relo。但是中间的这个大过点啊，两只队伍都有可能会打到。这边想要反跑趴下，但是没有任何的掩体啊，最终也是先被淘汰，这也没有办法。被独狼拿下来了。哎，对的 ，Relo 这把真的是赚大力啊，血赚第二名，他还想操作。GBL 是其实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全距离的位置，这种对枪位置呢倒了之后也不会第一时间被补。是的，在压缩，这样的话三抓一问题就不是特别的大了，完完全全的锁定啊！我打一个，打了一个啊，这个已经尽力了，恭喜 GBL 第一场也是八个淘汰成功拿下一击。是的。